你记得帮我拿一下，我打电话给你了没有？居然是没有恐惧的一个形式，没有恐惧，真的没有恐惧。如果脚子小肿还是没有消的话，可能会取消。他没有说现在，他说他去要吃小猪。回去绑破裂，两只脚都变成这样子，有斑。
就有搬出来，就是希腊酒店。人家讲说，那个希腊的导游说，九天你们在希腊有没有搞错？有没有搞错？晒太阳，对不对？我当导游到现在三天，从来没有人去希腊九天的。三天，一个是雅典，好，一个是岛，对，第三天回来，就这两个地方可以看，希腊九天看。每天都看那些东西啊，太阳神的庙啊，雅典娜的庙啊，海神的庙啊，对不对？狮子王的庙啊，还有那些他们希腊神话里面所有的，全部都是废墟啊，看那些石头。天上一个太阳，很大，海中爱琴海里面的太阳又反射，那大地上全部都是黄色的灰土，又反射。那个喇嘛琴，它没有办法去盖住那个紫外线进去，红血球全部爆裂，全部爆这样子，去了九天。人家希腊人是中午几点到几点一定睡觉，不出来晒太阳。我们在希腊九天哦，没有一天有空的，就是一直走一直走，人家在睡觉还在走。我去了希腊以后回来，脚完蛋，两只脚全部变成虎皮斑，这样两只脚肿起来，前部微血管爆了，是这样。而且那个年龄上是安排，安排在希腊酒店，而且准时中餐。吃到最后，那个高雄那个经纪人看到饭，看到那个饭，跟一盘的。才待两天，第一餐也是西餐，所有人全部通通不吃，都拒绝吃。英国哪里没有中餐？对不对？到时候师母出钱了，那我们好像就在中餐厅吃了一餐。我的那个导游啊，讲他们也被骗了。年龄的姐姐也被骗，因为她是讲那个豪华旅行团，不跟一般的旅行团一样。我这个一般的旅行团就是旅行团，都是好像是说那团子一出来就很简单，就是拿一块那个一块面包啊，夹着青菜啊。把它切成四四方方的，然后有的时候他那样的时候，就是那个菜啊，这个就是他的去观光旅行风味餐，风味餐就是当地自己的菜，他们一定安排个风味餐，就是当地的菜，来吃讲风味餐，他不知道啊，就那里的风味餐，那你一吃就完蛋了。然后你这本来是豪华旅行团，
出的钱是五星级的饭店，结果让住三栋，他那么多旅行社敲诈，就是你台湾来了，那个我们问说是豪华旅行团要住五星级的饭店，他说。他在讲来一句话，他在讲来一句话，我接到老板的通知就是这样。哦不，不然你们大家回去了，没办法来了，就已经被骗了。住三星的、吃的，全部是他的公司。很多孤产呐，那个邻居人呐、啊，他住的都不是 CP， 全部在乡下很远的地方，山里面的一个小的那个 motel 这样子，豪华旅行团住在山里的 motel， 自己想一想看。这是豪华旅行团，他姐姐被骗，他姐姐第一次办，就是年龄上司，而且还希腊九天，重点在希腊九天，然后其他的几个国家小国家，像奥地利啊，像那维也纳，都是一天。重点是九天在希腊，全部看石头。这是哪一家旅行社啊？以后我们不要找他。这是豪华吗？哦，豪华旅行社。豪华团不是团，豪华团。不是啊，是哪个旅行社？不知道，所以回去跟他争论没有用，已经过了。第一站是维也纳。大家睡觉，听音乐，时差，上面在一直在那个贝多芬的那些交响，每个人都在睡觉，那我们在底下。对呀、啊，他吃的是很烂，睡得很烂。然后在希腊九天，太阳暴晒，两只脚，我本来两只脚跟手一样的，手一样的白白的，变成两只脚变成全部因为回血管破裂，就变成我有斑了，变得好了，两只脚，对吧？对啊。今年吗？就变成五十三。对啊，比较大师的特别的，就是希腊修炼一下。站在那里，每个人都不愿意坐下来，就走了。抗议在那倒立，这里没有麦当劳的意思。那当然也是西餐啦，不一定啊，油炸的。在希腊也都是吃那些油炸的。油炸的那个什么花椰菜，油炸的什么菜，青菜，哎，油炸的那个也是，像汉堡一样的，也是油炸的。
贷款出来。天哪！是要我买是吧？不是，不如说事情也是要禁止嘛。哦。我说说先拿过来，不用先找来。这个不是说没关系，我有钱，我有钱。不用，五块钱不够的。不用。最涨价了。好，帮我刷吧。对呀、啊，哎，帽子，叔叔，你今天气色很好，然后嘴唇也没有，你回来那天好很多。知道，他们白瘦。出去带我出去玩，玩了七天。那是我。真的，因为高师兄，高明佑啊，对。师尊回来的隔天，我过来吃中饭，然后师尊回来了以后，我就碰到我们家的。
妈妈就是在72岁的时候，她脑中风就走了。脑中风就走。就是你一定可以活100岁的。对。水它是有些水。水。哇，这个比较冷，比较温，奶比较温。温的，温的，温的。它确实温的。但是的话，就是寿命就不能去算了，就不能去说什么时候走，就一定会难受，会延寿。金牛讲的，师尊安呐，你才7岁，7岁还远远。就是说，传过来我都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金牛跟师尊讲，师尊跟传说，有两个很容易走，一个是脑干中风。一个是心肌梗塞，这个走的是最快，而且好像比较没有那个痛，就是肾脏衰竭会拖，到鲜花上的人就是肾脏衰竭，就拖了。他们几个，另外有些中风，不是中到。不是中到脑干，还中到那个次要阻塞，它里面流血，然后经过治疗，也是行动不便。一行动不便的话，有时候拖个10年，坐轮椅是很痛。像围结呀、啊。像那个肾炎呐、啊，他们都是拖好多年。因为庙里老和尚，他是两只脚都弄不走，最后。我是不担心的、啊、我是不要拖，你知道吗？我是不要拖。像那个花轿教主查清，他也是活到靠近的 post office 那边，就是那个跟他很好嘛，露西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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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秘方就是脚，这个中前那个脚涂下去，它会消掉，而且不会再有精油啊，有精油啊，师尊有精油可以啊。啊？精油就直接擦，它直接吸收，不用吃进去。吃进去的药会影响内脏，精油是直接吸收，不会影响内脏，就是针对局部。但要看你里面是什么主成分，包红的就是用红花去泡脚。不能够让这个胡乱以后
到时候把它拿开，这个皮肤烂掉就对呀，就转变成那个好另外一种病，那就很难治了。对，那你会感染，不好。现在这个还有伤口吗？没有伤口啊，没有伤口就是肿，就是肿，血液循环。那医生研究是说那个，也就是那个静脉血液循环，没有没有静脉曲张也看不出来，在里面也看不出来，然后必须要用超音波。有一次照的话是这样的，那时候你在嘛，对不对？照那个 MRI 是吧？对 ，MRI。我照那 MRI， 整个人推进去嘛，全身的骨头都出来嘛。那个里面有三条脉，血脉，有一条这样子下来，然后里面窄了一点，然后又宽，就在那边阻塞嘛。那阻塞的话，它这个脚本身就会肿起来。你要讲为什么会变窄？对呀、啊，那个血会不会太浓？那个血有的讲的是老化，有的是血太浓，那个血管老化也会。我以前有个朋友，他是年轻的。他是整个脚，他的血液不循环不好，发黑了，然后都肿了，然后他去给医生看，在台湾，那个时候讲他说是交感神经还是什么，他把他的交感神经就是整个剥开还是干嘛，他的血液就通了，他脚其实他那个状况不是在于啥，就是说。就是淋巴的问题，有的是血，有的是血栓，有的是血栓，那有的是那个要找出原因嘛。哦，看你那个血管怎么样，要怎么样治疗。对，我想有的医生他会说，他们那种有一种是静脉曲张，他就把他那一段截掉，再把它接起来。这样是说有的，对，他那个比严重老师有，他就会消，就会消的。对呀，不要，没必要，把药停掉，这是不大好作用。第一个全身出汗，第一个吸入那个雾霾，那个空气 PM2.5 对，会破坏肺部，会卡，跟打完了。
Thank you.
是真的酥油死人。好久没有练了，就是现在看到佛只有十下，十下已经很强了，十下厉害的，两百下，你会不会？十下，昨天和前天的十一下，对，十一强，十一下，对，那就是就第一天的十一下，我是每天以前都是两百下，嗯。那个是操，啊、太操，现在不要太。那现在才十下。真修慢一点，慢慢来。看到佛，拜个十下这样子。以前三十下。所以我们只能做到七下。哈哈哈哈哈。还不错了，十下。这一套还比我们多。我是都没办法。对。豆豆，哎、豆豆好了，豆豆豆豆，看到你了，看到你了。台湾有一个豆豆，很会跳，很活泼，几岁啊？他会跳那个妖怪舞，妖怪舞，是有妖怪舞。对呀，而且他是卡的，那撇撇撇。偷偷听到圣师母讲，然后圣师母好，爱你们。啊，这样子啊，看有在讲，他很会做事，每次我都跟师母讲说，我把豆豆收来当秘书嘛，对，当你的秘书啊，他又会做事，又会
表演开心，从门上网都看得到，对对对，我看不见，字太小了，我不能够害豆豆。正常变不正常。那豆豆没有几分呢。